好一些了。嗯，小子掉了，我来帮你。好了。谢谢。头发挂在表上了，你别动，我帮你解开。稍等。帮忙关门吗，二位？你先帮我把灯打开。啊。你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……你看完剧本了吗？看完了，我这肚子饿，出来找点吃的。我那个，要不然也不能来打扰你。刚才来，我给他发了消息，让他在自己屋里待着，别出来闲走，省得你不自在。啊，我很听话，那个就是，不过我肯定不出来。我们刚刚在讨论晚上吃什么，你在的话，一起吃吧。嗯，那个，穆老师，我能一起吃吗？你长着嘴就可以吃。啊，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晚上喝粥吧，家里应该有米吧，我再炒几个清淡一点的小菜。我想吃粉蒸牛肉枕。我也不会做，生病了不应该吃清淡一点吗？好不好？改天吃好不好啊？你发烧了。反正所有的食材呢都已经在冰箱里了。这样吧，我的烧也退了，我给你们俩做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发烧了应该吃清淡一点的，你自己也是医生啊，你劝劝他。反正我不会做，你们两个谁做我都没意见。那我做吧，但是你要少吃一点。好。这个吧，啊，应该是这个。这么冻，这怎么吃啊？是不是得解冻一下？嗯。要不我们把它放那个微波炉里面叮一下？不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，这一分钟肯定好。那样就没法吃了，肉质都破坏了。那怎么弄啊？把它跟这个密封保鲜袋放在一起，在冷水里浸泡一下就好。好齐全啊！如果他不当医生，当一个厨师也挺好的。但是这个爱好不能当成职业，是吧？嗯，倒也是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莫老师啊，嗯。
我们在等牛肉解冻。绝对没偷懒。嗯。哎，这还没好呢。对啊，我们才泡了不到十分钟。三星的，小苏打、料酒，还有筷子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谢谢。葱姜水，葱姜水，葱姜水，那个我不知道在哪儿啊，就是我家厨房归他管，那里有现成的，这个是吧？这里有葱，嗯，应该这个。什么时候做的呀？中午做的。你那个时候不是在发烧吗？忽然想吃了。所以提前备着，蚝油、生抽。哦。豆瓣酱，还有植物油。二位还需要帮忙吗？暂时不需要，我去吃个药，你看好时间，腌制十分钟，时间到了你叫我。嗯。哎呀，幸亏你来了。嗯。我越来越觉得他有女朋友之后，这最大受益人居然是我。你看啊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这顿饭肯定就是我帮他打下手了。我也不太会做。你会不会做不重要，重要是他是这方面天才啊。平时我们去超市的时候，他都是把喜欢的肉和菜先买回来，然后呢回来之后再去研究食谱，再去琢磨怎么做。先买食材再决定做法。嗯。哇，好高级的吃货。这就不懂了吧，他这不叫高级，他这叫顶级，知道吧？主食吃粥。好。嗯，找一下米。啊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现在这比我都熟了。孙子，嗯，你知道前两年穆老师那个转发事件吗？哦，知道啊，他粉丝都知道吧？那是他唯一的黑历史，每年都被拿出来说。就是有一个人宠物丢了，然后艾特他求转发，他帮忙转了，最后发现那个人竟然是个骗子。嗯，后来他删了微博之后还发道歉，接着这些人就一直说他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策划人，他说他骗钱、骗粉、骗流量。还骗什么？唉，嗯，人有多红，就有多少眼红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看着他那样，可心疼了。嗯，网友们吵了三个月，骂了三个月，最后还被人肉。对，他就是因为被人肉，后来怕影响医院，怕影响工作和病人，然后就淡出这个圈子了。这一淡出就是三年的时间，好可惜。我因为他这件事情，我到现在连私信都不敢看，也不敢回复。那艾特我那些东西，我全都不敢看。我就怕什么，就怕这又惹什么麻烦。你看，这穆老师不就是吗？到现在什么八卦的事情都不看了。
所以呢，有一种恨叫羡慕嫉妒恨，这种恨你又说不出来他什么是非对错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，不用理会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对吧，生生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嗯，对。嗯，刚开始看到是挺不高兴的，以前也没什么粉丝，没什么知名度，就是一个小透明，后来突然那么多人这么说我，会不习惯吧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哦，而且我一听说他生病了，我都把这事给忘了。哎，忘了就对了。这有些人啊，每天就躲在网络背后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也不用负责任，是吧？最好的办法，不听不看，是吧？嗯。看看，咱们要不然再炒一个香菇菜心怎么样？好啊，只要你不嫌我炒的难吃。再难吃也比我做的好吃。加油，我去不待会儿。粉蒸牛肉盏香菇菜心怎么做？我去查一下。没电了。时间到了。没有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想搜一下菜谱自己做，可以借一下你的电脑吗？那有平板更方便。不要频繁消肿，这样感冒会加重的。已经不发烧了，只是嗓子疼，所以没关系。我之前发烧的时候一天都没有力气写。我曾经上午发烧，下午工作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。那你爸妈不会心疼吗？还好，他们一个在肝移植中心，一个在心外，两个人一个星期能够凑在一起吃一顿饭，应该就很不错了，所以不会觉得我很辛苦。找到了吗？嗯，将打好的米粉加入牛肉中，充分拌匀，铺在盘中，蒸锅上气后，大火蒸12分钟左右即可出锅，对吗？是这样吗？嗯。打好的米粉就在刚刚放葱姜水那里。嗯。辛苦女友大人。为我做晚饭。谢谢你来陪我。我只是怕你一个人在家，万一没有人照顾。我先去做饭。
怎么了这是？眼睛不舒服了？想看眼科了？来，我为你预检一下。有女朋友了不起啊？嫉妒，非常嫉妒。我怕菜不够，就做了一个小葱拌豆腐。谢谢。筷子。你说这人和人的命啊，是不一样啊？先喝粥。谢谢。生生。辛苦了。没事。那我先进去了。深不可测啊，生生，辛苦了。干嘛？我要先吃第一口。青菜来了。哎呦，这香菇菜心是我点的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哦。我们在讨论我们那个在讨论这喝粥吃豆腐是不是都应该用勺子啊？哦，对啊，那我去拿。哎，别，你别去，不能什么都让你来，我去。哎，那个勺子放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你找找看吧。他不会不吃葱吧？怎么会？他什么都吃的，你给他吃草他也吃。粉蒸牛肉掌快好了，那我进去看一下。你先吃的。等你起。你真的是为了逗女朋友开心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是吧？不过没关系，你别说让我吃草了，你让我吃什么都行。我发现你今天的话好像特别多呀。不是我在房间憋那么久，我这好不容易出来看点好吃的，我开心，我一开心我不就话多吗？我这也是大病一场才有这样的待遇，你稍微收敛点。行，收敛收敛。小倩吗？谁呀？王可啊。要不叫他过来一块吃啊？好，我这一个电灯泡够了，不能再来了。这王可是谁啊？你朋友啊？我不认识。有人了吗？没有。你说这电话也不接，咱怎么上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说开车不香吗？他非得骑个电动车。吹一路了，还得在这冻着。起开起开，让我坐会儿。哎呀，这不你都嘟嘟囔囔一路了，你开车不得找车位吗？不得交停车费吗？不得加油吗？我这多环保啊，充一次电管一星期。要不你起来，你闭嘴。我说一句，你有一万句等着我，能不能先想办法怎么上去啊？哎，这栋楼是没人吗？怎么半天不出人呢？哎，你说莫倾城不会晕倒了吧？不会吧？给他打110。我觉得120来了可能也上不去。你觉得呢？啊，120也不能开门啊。这大爷不会是住这栋楼的吧？这必然住这栋的呀，咱后面还有楼吗？那他万一是遛弯的呢？谁拎着菜遛弯啊？你看你看，掏钥匙了是不是？乖，乖乖乖乖，进去进去进去。师傅，您是住这栋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我住这儿。太好了，我问你干嘛？小伙子，什么事啊？叔叔是这样，你别生气啊！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也住在这栋楼，
然后他发烧了，半天不接电话，我们就是怕他在屋里晕倒了，就是想上去看看，您给开个门就行。对。什么单位的？怎么证明啊？你这朋友怎么这么烦呢？干嘛去啊？端菜。体贴入微啊。吃饭吧，一会儿让绝美来收拾。啊，对对对，给我，我们家碗都我洗的。嗯，好。哎，我们两个以水代酒，感谢盛盛曼同学大驾光临寒舍，为我们准备这三道小菜。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咱们就踏实吃饭吧。啊，我先尝尝这个粉蒸牛肉肠。嗯，我也尝尝。嗯，你确定这个菜你是第一次做？嗯，好吃。真的吗？嗯，这顶级吃货女朋友做出来的东西也是顶级的哈。好吃好吃，来尝尝我点的这个。嗯，还是有天赋的。哎，不是我吹啊，你这第一次能做成这样，相当不错了。那你们多吃一点。好好，住手住手。你刚吃了，要多喝一点粥。好，你看声音都变这样了。你那个下次周年庆之前一定要把嗓子给我养好了。吃饭别聊工作了啊。哎，我前两天那个也感冒了，然后还去做了个体检，我那个报告你帮我看一下呗。行，你拿来吧。我去拿去。做的真不错。那是因为是你调的料。你的粥包的很好。哼，来了。哎呀，报告来了，帮我好好看看啊，好几千块钱做的呢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这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平时话太多了，吃的太好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告诉你，小心得脂肪肝啊！哎呀，盛盛，你说我天天守着他，天天吃好的，能不得脂肪肝吗？是吧？确实是要荤素搭配，偶尔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好。啊，他平时不在家，我都吃那个粗粮，玉米面啊、小米粥什么的。行了，没什么毛病啊。好嘞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盛盛，你以后嫁给他，千万要注意这点，别得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忘了这个粥刚打出来，太烫了。慢点吃。嗯。那个，人家粥太烫了，你给吹吹呗。你再说话就脂肪肝了，我告诉你。嗯。谁呀？我去看看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，大哥？电话也不接。哎、换拖鞋。真的是、啊。都给我俩急死了。他到。你这背着生日曼干什么坏事儿了？吵死了！哎，深深也在啊？你俩也来了？不是怕你晕倒了吗？你们吃饭了吗？要不然一起吃吧。啊，那我好好吧。好，那我给你们打折。不用，不用，谢谢啊，放自己打。谈的可以啊，谈了没几天，次次都在家里。不错啊，我说怎么突然就发烧了？对了，不是把人家骗家里坏人。纳闷，铁打的莫老师，一说病就病了，他吐了。我说你俩到底吃还是不吃啊？吃吃吃。
王可啊，我洗个碗，你把我冰激凌全吃了。哎呦，我也发育发育啊！你辅助你发育什么？我，你别管了。哟，这个还换一头型，精神小伙啊！家里搞这么隆重？那个，录音室有事，走吧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急事。哎，我吃饱了，一静坐，刚洗完碗呢。哎，说了有急事吗？啊，那个照顾不周啊，生生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那个主人家，你把人照顾好啊。我看看，我穿个鞋。看什么？你拿我鞋，我包里边。我鞋子紧着。哎呀，包里边。你想做点什么吗？我都行。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屋子。嗯，好。平时加班多，家里没什么能陪你玩的。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平时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刷刷手机、看看片什么的。哦，我好久都没关注电影了，要不我看一下推荐吧？啊，不用了。不想看？不是，我是说不用特意去看，随便找一部就可以了，什么都行。啊，好。那就随便找一部。啊，走。哎呀，有家不能回呀。看看多甜蜜，真甜。他们俩在家里你侬我侬，我们在这喝西北风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想点活动，想点活动。主要现在也没地方可去，而且我这个车只能带一个人。你说我把你俩谁扔这儿，谁扔这儿都不合适，对不对？你把车扔这不就完了？那不行啊，我这新买的车，这要车丢了，是你赔给我，还我自己亏着。行，你就守着你的宝贝啊。我就是，郑哥，我们俩打车走，去我家，我新配了台电脑。你家他妈远嘞，俺不去。行行，你们都嫌我家远。嗯，谢谢。师姐，你看，你到了，怎么样？啊，好看吧？总不能再讲一个菜谱吧？是不是应该找个话题呢？那个，你手机我已经帮你充上了。嗯。哦，我去给你泡杯热奶茶。嗯。孩子在一起一般干什么？还有莫老师不知道的事儿啊？啊，咋了？想干什么干什么。正经点。哎呀，这多简单，跟他聊天，看电影，剧本杀，密室，游乐园也行，这不张嘴就来吗？真的是。你哪回？你说。别。哎，不好，我只能说说。
就是聊天、看电影、剧本杀、密室、游乐园。游乐园来不及了。哦，哇，这天确实不行，事儿还不少呢。哥哥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当然来不及了。人家都是早起去，下次吧，啊，下次我给你订票。问了半天，没一句有用的。郑哥，就这态度，你还把我俩从家里薅出来？反正我要是你，我肯定忍不了。我也忍不了。问。嗯，我们是大周末在外面瞎晃呢啊，给你腾地方，你这不说谢谢就完事儿了，给你支招你还嫌弃上了？谢谢，行了，不说了啊。什么？谢谢。撂了？忘了。笑什么笑呢？笑。嗯，真过分。哎呀，那我回录音棚吧，你们两个爱干啥干啥去。哎呀，哥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不说我俩也没法走，确实也带不了两个人。走了，飞上，咱玩游戏，赶紧走，看你俩就烦。你看不着喽，到录音棚说一声啊，哥。小心烫。嗯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周边是新出的吗？没见过，好好看。给他们当配音导演送的，估计只有工作人员有。哦，好特别啊。一会儿洗干净给你带回去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想要。我知道，但你不是喜欢吗？喜欢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啊。我们俩的关系倒也不用这么客气。嗯，那以后走的时候给你带上。不用不用，我问什么牌子我自己买。嗯，让我们家超市进货。我们家开超市的嘛，替客人尝尝什么好喝，多进一点，要对客人负责。你们家超市口碑很好，医院的同事经常跟我说。嗯，对啊，开了很多年了，很多退休的医生还喜欢打电话到我们家让我们送货。是吗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过去不在这家医院。啊，再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吃的。这家鲜肉月饼超有名的，每天都这么多人排队。
是啊。想吃吗？我请你。嗯，不过就是要排一会儿，没事吧？没关系啊，我今天休息。那我们排队。我爸，深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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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深深，看着就像你，叫你那么多遍没听着啊？啊啊，没听见。哎，没听见，怎么想吃蟹肉月饼了？嗯，正好你妈下午买了，别排了，回家吃吧，来上车。哎，不不不不。我同学他们一会儿就过来，是他们想吃，我帮他们排队呢。哦，我跟他们夸下海口，说我们家门口这个蟹肉月饼一绝，所以爸，你先回家，等他们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妈下午买了好多，咱们几个根本吃不完。这样，你让你同学上咱们家里去拿啊，上车。啊，不不不，爸，热乎的好吃。你今天有点奇怪，丫头啊。啊。平时让你来买你死活不答应，说就不爱排队，今天什么情况啊？体验生活来了啊？哪有啊。该往前站了。嗯，你先走。爸，你赶快回家，我一会儿买完我就回家哈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回什么去啊？我得买东西啊。哦，那你快去买东西吧。那我买东西了啊。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那我去了啊。啊。你刚刚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拍我一下，我还以为我爸认出来，或者你怎么了？你。你不是去买东西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啊，你是叔叔莫医生？对，我是。我终于把你想起来了，你经常去我家超市买东西是吧？啊，我家超市就在你工作的医院对面。哦，是吗？啊，这么巧。巧吧，我刚才看你就特别眼熟，但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，就没好意思上来跟你打招呼。没事没事。啊，这是我女儿深深，这位是莫医生。啊，哦，叔叔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，在超市见过，有印象。对，就是啊，在超市帮我忙呢，这丫头啊。深深，你好。这丫头叫人呢，愣着干什么？你好，莫医生。深深啊，你不知道莫医生特别的优秀，我们超市那些病人的家属啊，只要认识莫医生的，都向我夸他。你说这小伙子怎么那么优秀呢？不讲了，叔叔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到你们了。哦，那，莫医生先买吧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对，我家有好多，你这个。爸，他是我们超市的客人，你这么热情，万一把他吓着，他以后不来了怎么办？他和我年轻时候长挺像。爸，你不是要买东西吗？你这么晚，万一我妈生气了怎么办？哦，是是是。我先去买东西啊！你买完赶紧回家，别让你妈久等了。你看，这队都白拍了。你还是赶紧去，赶紧去。好嘞，好嘞。莫医生，超市见啊！哎，爸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。啊，你都买好了？嗯。刚刚我爸就突然回来，真的吓死我。你看我演的好不好？嗯。那我呢？配合的怎么样？嗯，来，说好了我请。下次嘛，反正这里我以后应该经常会来吧。
那你一会儿上车就吃，热的好吃。谢谢你啊，今天过来看我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嗯，你今天生病了，好好回去休息吧。而且，万一又遇到我爸怎么办？好。哦，附近的地铁站在哪儿？啊，过去一直走5分钟就到。要不然我送你吧。万一碰到你爸怎么办？哦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嗯。拜拜。生生，啊！你怎么又突然跑出来了？我家里人不着急我回去，我怕你找不到地铁站，所以就出来看看你。你呢？你怎么也往回走了？哦，我反正也没什么事。想在你家附近逛逛，第一次来吗？哦，嗯，那要不然我陪你走到地铁站，就在前面。好啊，顺便带我转转你家附近。嗯，走。这条路我之前还真没来过。嗯，我小时候就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。小小，嗯，妈，吃饭了没有啊？饿了，吃了。哎呦，你爸没跟你说我买了2大盒？哦，说了。嗯，本来是卖给同学的，没来我就自己拿回来吃了。小馋猫，吃饭了还吃？嗯，少吃点。那我先下去了啊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非常。方老师，好久不见呀、啊！方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还知道回来啊？几个世纪没见过你了。
我这不是太忙了，没办法，是也行。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虽然咱俩在一个医院。儿科最近忙坏了吧？这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，尤其小朋友一天天往医院跑。两位大忙人，赶紧干活。干什么？我之前跟人事商量过，这次得招两个人。你们可以看那个画五角星的，是递交简历想加入咱们录音棚的。豆豆姐也太不心疼人了，我刚回来就让我干活。一会儿还要回医院。回啊，夜班。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，等一下写完意见，你就可以去加班了啊。好。好，来吧，来。谢晓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谢晓，花名走调。我这次报名完美培训组，是因为我早年的一段经历。认识啊？机缘巧合。我可不会因为你认识开绿灯哦。我也不会。啊，我不是本地人，毕业之后就出入社会了，做了很多工作，送过快递，送过外卖。我最赚钱的一次就是在演唱会门口卖那种灯，就是耳朵灯。我特别喜欢听古风类的歌曲，虽然我的成绩不好，但是我小的时候就语文还不错，挺喜欢读古文古诗的。哦，我机缘巧合之下加入了一个音社，我就在其中担任写词的工作。我们不是音社，主要还是以配音为主的。那你为什么选择完美配音？是这样，我除了喜欢古风类歌曲，我还特别喜欢听广播剧。我也有在学配音，我特别喜欢听完美配音组的广播剧。那会儿也就是微博刚有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默默关注你这个圈子，一直支持你了。所以其实配音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但是网上不止我们，还有好几大配音社团。其实是因为早年我看了你一个元老的采访，我觉得我和他的成长经历挺像的，都是父母离异，从小一个人长大的。好，那今天先这样，谢谢你。我粉丝啊？我可不会因为他是你粉丝就给他开绿灯的啊。那我有可能会哦。没原则但诚实。行，看看他的配音作业。嗯，跟你说个秘密吧。你这种大嘴巴还有秘密啊？哎，这件事还别人真不知道。前两天我报名了一个配音班，完美配音班的。难怪你小子没钱吃饭，合着全交学费了。这一次呀，他们招两个正式员工。你报名了？必须的呀，我想着正式员工有工资有社保什么都有，能代替我现在的工作不说啊，而且配音一直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等我拿下了这份工作，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同甘共苦了。好事儿，人家是有名的配音公司，肯定福利好，就是吧，不一定轮得上你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能轮上我吗？怎么样？如何评价？公平分还是粉丝加成？这名单里每一位都是你录音棚的学生，我相信你给的应该是公平分吧。行，那就直接打分，然后看总成绩。大家都打完了，就差咱俩了。一会儿给出，我让豆豆算个总成绩。好。好香啊！完美配音，不就是苍青瓷那家吗？对啊。我没和生生说吧？没说。不说最好，免得隔壁师兄多想。就是啊。隔壁师兄人那么好，咱们还是别给他添麻烦了。以后在生生面前能少提强青瓷就少提吧。懂事儿。废话。你要是冷就进去，
有事儿吗？在这滋儿咋的？我等你算分呢。这很着急吗？我准备明天算完直接给人事。今天算好吧，毕竟今日事今日毕。都8点多了，我算完人事也下班了。他确实着急，你就赶紧给他算吧。里边有他女朋友？当然不是，我这么大公务司，我这是担心咱们配音组未来人才状况。我一会儿要去医院了，算出来心里踏实。行行行，给你算。就我们四个人打分。嗯。那，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？有几个，这届整体水平还不错。周正呢？他有没有特别喜欢的？不知道，没问。不问好，打分公平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就比较……哎呦，你能安静一会儿吗？我什么来着？七六。这位小少爷，你能安静一会儿吗？我这算错了，一会儿又得重新算。您来，您来。不干活，嘴还碎。Yes， 林先生一把。时间没到，一会儿就走了。几点了还不走？哎，咱们这批新学员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范亚松的粉丝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当时自我介绍特真诚，最后考核也很认真。那个小孩儿，他当时回忆自己过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想起咱们完美刚成立那会儿了，记得吗？怎么不记得？我记得那会儿啊，你们跑我那个出租屋里面，在我墙上面贴那个棉花弄录音间，我睡觉都没地方睡。你还说你光睡觉，你干活吗？你能不能先算分啊？我一会儿真要去值班了。哎，豆豆，他呀就是想知道他那个粉丝的分数够不够录取。你就赶紧算，他好踏实，要不然他就这么一直窜上窜下的。啊，这样啊，不早说，矫情。就算你不想拖生生的关系，至少能让他问一句结果吧。看你一整晚坐都坐不住。不行，我得坚持原则。怎么许愿最灵？玩看看幸运吧。幸运不够详细，我有个占星的朋友。好的好的，你要和我说具体的出生日期、城市，要具体到几点啊？具体到几点？嗯，这得让我问我奶奶啊。必须要具体到几点吗？最好有啊，要不然会不太准的。谁呀？这是不认识。挂了，小子挺有性格。还行，在家里坐不住，来超市帮我妈了。你呢？有个广告要录，加油。哎，问出生时间实在太麻烦了，要不然我就只填出生日期，不要那么精确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吧。只是你给的时间越准，我给你算的越准。喂，谁啊？请问接电话的是谢晓吗？网名是走调。你不会是？我是完美配音的冯亚颂。冯亚颂？哎，你们还算不算？我要是被录取了，我还是被淘汰了呀。不会是安慰的大奖吧？你小子挺逗啊，不愧是我粉丝，你被录取了。我真的真的假的？我真的被录取了吗？我第一次跟您说话，我现在心情有点激动。我以后真的是完美配音的一员了吗？对，你以后就是我们的人了。
知道你现在开心，我还有事情。先不说了，明天人事部的老师会联系你，告诉你办理入职手续的时间、要带的证件，还有后续的事情。啊，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24小时等你们的消息，期待正式见面。我也听不见啊，咱这门隔音太好了。可以啊，你嫂子，完美配音新成员，恭喜恭喜啊！你让我平复一下我现在的心情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。我一天之内，不是一夜之内，我就达成了两个心愿。你这偶像可真多，一会儿强心慈，一会儿风雅颂的。哎，强心慈那是大家的偶像，风雅颂可不一样，他是我爱上这一行的理由，完全不同。那孩子简历上面有朝朝暮暮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不会有第二个朝朝暮暮吧？对，才是生生的朋友。哦，难怪啊！我说你怎么这么上心呢？啊，这么晚还等着出成绩呢？你不跟人家说一下他朋友来咱们录音棚了？本来想说的，后来一想，还是让他朋友亲自跟他分享吧。欢迎光临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要去录广告吗？想过来看看你。那早知道刚刚让你送我过来超市了。殊途同归。你晚上除了鲜肉月饼还吃了什么呀？没吃，一直在忙录音棚的事，他们在招新。那我给你找点吃的，这个是刚刚煮了从家里带过来的，我给你弄一点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要吃萝卜、冬笋、海带结、鱼豆腐、千叶豆腐。可以了。这个萝卜呀是刚煮的，可能煮的不够糯，你凑合着吃。这个冬笋煮的刚刚好，不软不硬，你尝尝。我煮的，亲手煮的。那你先忙。魏师也在啊！啊，这么巧！这里的关东煮超级好吃，每次都要抢的。给我也来一份。嗯，好。哎，你想要什么呀？和他的一样。他要的你都要吗？都要。好了，谢谢，吃完结账。哎，麻烦帮我热一下。啊，行。哎，你在这儿吃啊？拿回去都凉了，直接吃完回去呗。我还有个售后报告没写呢，我得回去啊。那你回去呗。好像这萝卜炖的火候不太够，你觉得呢？对我来说刚刚好。你喜欢吃软的？是啊。哎，小姑娘，和你妈妈说下次多煮会。哦，好。这鱼豆腐不错哎，很新鲜。是不错，煮的人手艺很好。你好，你的饭好了。那边女生的一起结了。不用啊。哎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小票还要吗？啊，不用，谢谢。哦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哎，莫医生，走了。哦，再见。哎，听你们科室的人说你今天生病了。啊，没事，小毛病。加班熬出毛病来了吧？不过我们科室春节也忙，我只休了一天。
我听说你爸升院长了。嗯，对。恭喜啊，可惜不是咱们医院的。啊，谢谢。不过你也是想不开，不去你爸的医院，非要来这儿，在自己亲爸手底下做事容易得多。嗯，有道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萝卜不错，你再帮我加两块吧。为什么不回来跟我聊天？有外人在，要是被发现了多不好。一起结还是等一会儿？我还要再拿两个酸奶，最后一起结。嗯。嗯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萝卜很好吃。那我先回去啦，莫医生。啊，哦，好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今天超市里怎么不放歌啊？嗯，那莫医生想听什么呀？我最近在网上听了一首歌，很火啊，古风的，《朝夕》。那我找一找，不一定能找到。嗯，各大歌曲排行榜都是第一，应该不难找吧？好像是情人节那天发的，成绩还不错。就是这首。千万个朝夕从何说起，描摹于笔深且于天外兮，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今夕，和眉眼如画的你共同写意。漫过山峰的雨雾轻轻，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。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欢迎光临。我共你走下去。在放朝夕，我超喜欢听这首歌。要不要认识一下？嗯，我想加你一个微信。嗯，不方便。不方便算了，结账吧，我明天再来。哦，去那边买东西。值班室看一眼，一会儿接你下班。我很想很想你，如读懂一幅画外音，读懂你的悲喜，一遍遍日久生情。你刚生完病能骑车吗？骑车带你应该没问题吧？嗯，上车。我们分开的这两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呀？你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
接你下班就很开心啊。你知道路吗？知道，刚查过地图。坐稳了。嗯。坐得稳吗？嗯，还行。那我加速了。嘿，是什么原因心动动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想象过的你是怎样的表情。你抱着我吧。好，前面的路比较颠。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没有人，我带你去看看我家。走。嗯。打算什么时候发那首歌？与君归吗？嗯，我觉得太高调了，不好意思。是哪一个？啊，这儿，就是这栋啊，从那个蓝色的门进去就是，这一栋就是我家。哦，刘正，刘正是你吗？啊，是我哥。你站那干嘛呢？那人谁啊？对，就是这儿了。你一直直走，然后右转，看到一排那个门，你看一下门牌号就知道是哪个了。哦，谢谢您啊，小妹妹。哎，不客气，叔叔。啊？做好事指路呢。哦。水果好了吗，三哥？马上。嗯。珊珊啊，回来了。嗯。冰箱里水果快没了，我又买了一些。来，外公，你先吃这个。谢谢三哥。哎呀，珊珊啊。嗯。我看刚刚那楼下那人干嘛呢呀？嗯，问路的。问路的？真问陆家问路啊？真问路的呀。我怎么觉得你俩认识呀？认不认识啊？啊？认识啊。认识？怎么认识的？
别紧张啊。不是，是那个超市对面的医生，他说他那个女朋友在住在那个弄堂里，他第一次过来，所以我就顺便给他指了个路。女朋友在这儿？对。哦，不是找理由跟你说话吧？没有，我又不是大美女，又不是谁见了我都喜欢。生生，嗯，他真的是医生吗？你看过他工作证没有？还是他故意这么跟你说的，想剥夺你好感？我跟你讲啊，现在这些小男生啊，可有心眼了。嗯。哎呀，你们这几个当哥哥的也真是的啊，要给妹妹一些自由，尤其是给她交朋友的自由。嗯，外公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嗯，现在网上可都说了，社会变得可复杂了。我们家就生生这一个姑娘，你单纯又容易相信别人，我们给她把关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哎，我就是顺便给人家指个路。哎呀，外公以为啊，美好的爱情，第一在于缘分，第二在于意外。意外？我跟你外婆的相识就是一场意外。哎，嗯。听，想不想听故事啊？想想。你外婆的哥哥当年参军打仗去了，一走就是很多年，一直没有音讯。你外婆跟他哥哥的感情非常好，一直想念他哥哥，一直想到没有念想了。突然有一天，里弄里向有人喊他哥哥的名字，有一个小伙子还答应了，你外婆哭着就跑出去了，结果到那一看，这个小伙子不是他哥哥，但是名字一模一样。由于你外婆太过失望，又太想念他哥哥了，你外婆就抱着这个小伙子使劲哭啊哭啊，怎么劝都劝不了。这个小伙子很有耐心呐，就一直在哄你外婆，哄啊哄啊，哄到最后就结缘了。哦，那个小伙子就是您。你说巧不巧？这也太……你外婆哥哥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，这就是个意外吗？嗯，是挺意外的。当然了，你外婆哥哥的形象比我要强很多了。不可能，外公您最帅了。外公您太谦虚了，在我心中啊，您才是最帅的。我睡不着，想写写曲子，您先睡吧。你抓点紧吧，早点睡啊。嗯，那我小声一点。王哥，铁打的呀，回来就工作，睡不着，还不如把之前欠的都录了。OK 了，那我进金局了。哎，上次你女朋友来，我也没好意思盯着人家看，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有照片吗？没有。大哥，这是你女朋友吗？没好意思和他要合照，合照有吗？也没有。其实我们没见过几次。我以为周正他们跟我开玩笑呢。哎，
那你这算是网恋吧？算是吧。哎哎，告诉你一个秘密啊。嗯，其实我跟我老婆也是网恋，打游戏认识的，在一起做任务做一年多，一年多之后我们俩才开视频。哎呦，连线之前我这紧张啊，我就祈祷，别管长成什么样，我，哎，毕竟我没有感情基础嘛，对吧？只要别像我妈那个岁数，哎，就行。但是最后你也如愿了呀。如愿，欣喜若狂。好了好了，不扯了啊，干活了啊。嗯，来，你看一下这个广告啊。今天这个广告分15秒和30秒两个版本，微幅长度也不一样。咱们先把这个短的15秒的给录了啊。我先溜一下啊。这段广告词有点拗口，能改吗？这段话用在广告词里会有点太书面语了吧？品牌方的人会过来确认录音吗？你跟他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，之前他们倒是说过，录制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，录完之后电话里给他们听一遍就行了。丁鹏他们就不过来了。茂哥，那我们先试一遍吧，看看怎么改好。我们每天见面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？嗯，刚忙完，睡了。要不要打个睡前电话？不要了，你白天发烧，晚上加班到现在，该睡觉了。好，明天我在超市，你要想见我，随时。这次真的晚安了，不许回，马上去睡觉。你不睡懒觉啊？难得周末，我帮你看超市。帮我看超市？啊？真的没别的事儿？没有啊。